相对不利，在更复杂工作下平衡功率输出，管理起来难度较高。另外，核心功能部件需要处于绝对稳定的工作状态，通过实时监控就有其平衡运行。别担心，我们中 BMS 电池管理系统在手，大管家充满，替你一一搞定。第一招，实时监控，汽车长时间的行驶，乘机时瞬间判断危险，随时警惕责任感。
位给自己的观众们支持，谢谢。Thank you.
扎实，是吗？充电就打坏了，这样的东西。你看到的现在是把公路的车以及二三胎的家庭的购车同学，接下来我们请你看讨论你的题目，请问大力人员是哪一位？车型定位是什么？好，这位女士。这边是麻烦。非常正确。
SGLS 到底玩什么。
关怀，从每一个细节开始，感受呵护患者的安心。用恰如其分的温度，轻易无尽的陪伴，见证亲情永生，自然长。就想往这边倒。
Thank you.
的一个个的话品牌理念以及两款不同的车型，随后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的环节。
只需要现场的各位嘉宾能够仔细的聆听，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星露好礼一份。那本轮演出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可爱的玩偶公仔，以及我们定制的时尚马克杯一个。在1924年 MD 于英国诞生，我们见证历史，也在创造历史。多年来 MG 创造了多项世界速度纪录，推动了世界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。自带风潮是 MG 品牌无法割舍的传承之一。时至今日， MG 品牌已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足迹遍布6大洲，拥有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2大海外设计分部，以及全球7大生产基地。累计目前MG 品牌已经远销海外达到了150万的金额壮举。那接下来我将会为大家来介绍第一款车型 MG 木兰。MG 木兰是中国汽车工业首款真正意义的全球车。作为中国品牌出海先锋， MG 木兰已经登陆包括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等欧洲30多个国家。在今年3月， MG 木兰已经突破万。那销售的背后呢，是MG 木兰出色的品质。MG 木兰作为超跑开的全球高品质纯电车，让消费者能够体验到超跑级的低重心。50:50的黄金轴荷比，5.3米的转弯半径，自由穿梭城市的窄巷道路，4驱版100公里加速3.8秒，让你感受天地飞行的驾驭乐趣。它由上汽设计、中英2个极具国际化的事业团队共同设计完成。低宽宽体的造型，蓄势待发的姿态，个性的电车造型，丰富的撞色搭配，将持续引领全球审美。作为上汽星云纯电专属平台打造的产品 ，MG 木兰全系豪华后驱架构设计，搭配5.5大人力后驱架，将驾驶体验推向全新高度。MG 木兰获得欧洲 NCAP 5星安全等级，搭载0.5米零冲一体式防滑器，加持了上汽国防电池，并采用瑞星网光环保标准工程材料，通过最严苛的欧盟 ECU 认证以及 EMA 认证，甲醛含量低于国标6倍，时刻守护各位的安全和健康。接下来我将会为大家带来第二款车型介绍 MG7。在2023年3月29日，上汽名爵旗舰轿跑 MG7正式与全球消费者见面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关注。MG7由内而外演绎了优雅之一个。MG7将磅礴力量与内敛气质融为一体，完美呈现了优雅之一个。无论是宽体低宽的造型，富有层次感的外观颜色，在不同框架等等呈现不同的视觉效果，时刻使用方便，怎么看都好看。自适应3段式的电动尾翼是 MG7 的点睛之笔，不仅有一拉满的空气混合组成，更是它侧面式的极致风格。打开车内的一瞬间，无框双门，没有触感，带来清新舒适的驾驶体验。
Thank you.